等你40岁出来的时候，那样子比60岁还难看。到时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，只有到舞厅去。不是做舞小姐，也不是做妈妈桑，是做厕所里的欧巴桑。你不要再说了。还有一点，现在你已经认识我了。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不可以留下活口来出卖自己。你想杀我？我怎么会杀你呢？你干嘛帮我？算你走运呢。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有杀人的天分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杀手，杀手！我是说职业杀手，不是杀你的手。我们这一行俗称清道夫，专门清理这个社会的垃圾。就好像小高这种人渣呢，他是死有余辜。我们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。你要我帮你杀人？不是帮我，是帮你。你不晓得现在你已经家喻户晓了吗？ 为什么要做杀手？赚大钱呢？有了钱就可以当老大。告诉你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只要谁狠就是老大。谁狠谁就是老大。我想你不至于这么笨，选择去坐牢吧。啊，这是你最新的资料。常小军，你的身份是空中小姐，新加坡人。 23岁，无父无母，只有一个姐姐。我想睡觉啊！来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啦？啊！他是个色魔，在蓝天强奸过很多小女孩，我盯他很久了。